真话之书，按顺序来呗。超问我，真的是非题比较好答。是非题，你觉得你帅吗？帅。我要问书，我要问书哦。好好好 ，Into One 的新专辑好不好听？哇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多。你会发现自己难以妥协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就牛头打就是牛头不对吗？就是，对他可能不想听进去以后听的爱听的不行。你可以就是长的头发吗？可以改变吗？哦这肯定会使事情变得有趣。那确实蛮有趣的。怎么说？有话要说，嗯，哦对，说不说完？这不是，这是他的问题，这是他的问题。你觉得你可以驾驭我的头发吗？适合 match 现在吗？现在。哇！哇！No！再念念。还好新专辑没有办。李默真的聪明吗？嗯。可以，第一页。你想寻求更多的选择，这个问题有待求证。牛头不对马嘴啊，又是一个。我教你答案之书怎么用，答案之书你要这样摸它的四周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你觉得你的厨艺真的比我好吗？请清除你自身的障碍，不要有这种疑问，就是比你好。棒。OK。这是对你，怎么变成？好。张嘉仁问题要好好想，如果这本书里面你翻到的是 yes 的答案，下一次穿着 Spider-Man 的衣服去滑雪。翻。这是不明智的。哇哦 ,Not smart。这个他这是 yes 啊。这是不明智的。OK。这是不明智的。派派的。你觉得你今年的普通话会说过 说得比我好吗？一二三，一个 yes， 曝光他呀，曝光他呀！这个帅哥 no， 不要在乎 ，don't care 吧。确实，你跟他比啥呀？哦，只是哈，你跟他比啥？怎么开始记页数了？这，哎，快点卡！是，一二三，一个 yes。如果这个书说 yes 的话，你要不要穿你的背心跟你的秋裤去速滑？本页前第三个字，往前翻三页，往前翻三页。完了，不想听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。好，你就套不对吗？问 AK 会不会保持这样的创作热情一辈子？哇。如果翻这个行吗？将需要大量的努力。哦，哇，这是对上吧？全场最佳的一个对话。你要不要尝试一下米卡的发型？如果是过年，晚一点处理，晚多久呢？那再说吧。两个小时，那再说。